每日亲近神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启示录第九天，启示录四章一至十一节，敬拜宝座上的真神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，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。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。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，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这是一个何等荣耀、充满恩典的生命经历。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去，看见宝座上荣耀的主，并且主对他说，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而这一切事情发生在这一章圣经开始的两个字之后，此后。此后是什么事之后呢？此后是在神交代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之后，约翰顺服地记下了这七封内容不同长长的信后，神就将更多更大也更荣耀的启示告诉他，并将更重要的托付交代给他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属灵的原则，顺服就蒙福。倘若你能忠心顺服地完成目前主所托付给你有限的不多的事，主才会将更多更大的事交托给你。正如耶稣的比喻里所记载的，主人对认真侍奉的仆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如果我们羡慕约翰如此蒙福的生命经历，那么就从认真地完成每一件小小的服事开始吧。当约翰被提到天上时，第一个看见的还不是以后必成的事，更不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伟人，而是那一位高坐在宝座上的独一真神。你看，约翰所描述的是何等尊贵荣耀的景象。当主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所有的人事物甚至天使都必俯伏敬拜，
四活物就是这一类的天使。当他们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是昼夜不住地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昼夜不住地说同一句话，会不会无趣、无聊、无意义？其实真正的敬拜，真实的遇见神，焦点完全在主身上，那时刻根本不在乎唱什么旋律、什么歌词、什么乐器，也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，因为那些根本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只有主自己。二十四位长老献上的是什么礼物呢？是最尊贵、最直纯的金冠冕，是全人的降服，正如博士献给耶稣的黄金乳香末药所预表的，也像主导文所说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他的。多盼望我们的教会也学习如此定睛在主身上荣耀的敬拜。主啊，帮助我每一次的敬拜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。导读神的话，启示录四章十一节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配得我们荣耀赞美的神，主啊，你是尊贵的，主啊，你是满有权柄的，主啊，谢谢你创造了万物，创造了我们，主啊，我们都是因你的旨意而被造的。阿门。是的，我们都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，全地都当归荣耀给你，你是配得一切称颂和赞美的，我们都是你手所造，是按照你的形象而被造的，我们要来称谢你创造一切的万物，你美好的旨意要使万事互相效力，我们的受造也在你的爱中。Amen。 主啊，我们的受造是在你的爱中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配得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权柄。主，我们凡有生命气息的就应当赞美你。 Amen。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凡有生命气息的就应当来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荣耀你。主啊，谢谢你啊，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要来赞美你。阿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愿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命定，帮助我们每一天都选择来尊崇你，选择来归荣耀给你。Amen。 主，我们要定义选择来荣耀你的名，我们定义要每一天选择来分别为圣在你的面前。Amen。 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 Amen。 是的，主啊，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主啊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定义选择来跟随你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，不再只是过去的生命，而是我们因着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来荣耀神你的名。阿们。是的，主，因为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帮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语，我们是将我们全人全心归给你，并且将我们的生命来献上给你，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。阿们。主，愿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要更多遵行你的旨意跟心意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凡有气息的就是，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是的，我们宣告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。Amen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 Amen。 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